那么三亚晨报呢办了很多年了，但后来我来了这边呢，因为我在这个做媒体也做的时间比较久了，因为在中国呢啊，在大陆就是这个晨报之类的被人称之为叫小报啊，就是晨报晚报就认为小报，日报呢认为是大报，所以呢我想要把它名称改过来，这是最后一份的三亚晨报。那么所以呢我们还有广据三亚晨报正式更名为三亚日报还有一天，这个报纸有纪念意义吧，有纪念意义啦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这是第一份的三亚日报，好吧，也有纪念意义了吧，这是第一份的三亚日报，所以呢三亚晨报近时今起正式更名为三亚日报。这两份报纸作为做报纸的人来说，它是具有历史价值，就收藏价值呢，我们员工呢，因为很多人呢已经在这边工作了19年历史了，去年的时候叫正好是19年，今年的20年，19年历史，所以呢他们对尽管本来这张报纸呢他们也有很多不满的地方，但是呢更名为三亚日报呢，因为我们又提升了它的包括版式什么完全新的，那么全部革新了，所以还是有点不舍得，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纪念的票，最珍贵的纪念邮票，现在所以我说你们可以回去收藏，全中国发行1000套，限量发行，现在你们6个人就是1/1000，珍贵吧，哎呀珍贵不珍贵，珍贵珍贵珍贵，这个极其珍贵了，哎，他们哪个人拿回去掉的话，那我那一份也更珍贵了，这珍贵珍贵、那么我跟员工开玩笑说，20年以后你把这个抛掉，别墅买不起，买现在的房子一个洗手间可以买，你买一个什么10几平米的房子可以买。当初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邮票呢，就是三亚晨报的做一个邮票，另外呢三亚日报就像太阳冉冉升起，三亚日报，另外呢做了一个手封，后面都是写好的，发行量1000枚，真的必须要出限量品吧，没有1000枚这个东西不值钱的，你到底印了多少，因为这个是这个条形码都在，要中国邮政这个东西，邮政编码都在，所以如果你要寄给某好朋友也可以，你写一个地址到扔到邮箱里好了，他邮戳已经有了，帮盖的就可以了，说明它是货真价实，是可以寄的。那么这个呢我们金总编，你这个叫金头脑啊，金头脑啊，很有价值的头脑啊，叫金头脑。还有他们本来呢是叫我印10万份，什么1万份，他们说我们可以赚到钱，后来我说呢赚钱呢我们就不想通过这个赚钱，但是留给大家呢让大家赚钱，是不是？哎呀厉害，1000份，我现在每个员工每个人把这个事作为礼品，每个人作为1人1份发给福利，所以我们员工也不多，现在加起来也就百来号人，百来号人，因为这个单位也不大，单位也不大。那么这个呢，所以听说你们要来呢，我就名单因为我们手机写的，他们也是很那个工作做得很细吧，把你们名单传过来，一数6，那么无论如何6份要留出来，是吧？也就我本来有点压的，就是人家说压箱底吧，压在箱底的，我跟他说，终于给你们一份礼物。就是这个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啊。这个呢本来我们家在里头有一张报纸呢，是中国新闻出版报，在我们中国呢就是大陆呢它是最权威的，就是行业最权威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的，就是北京的，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专门到三亚来专访呢，当然对我个人呢吹捧一下，就是三赴上海选好办报的头羊，也就是他们这边呢号称到上海的三顾茅庐，说我们后来我就来了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呢就是抓培训，因为这边的基础还比较差，很多人呢就是大专以下就占一半，看这个比如本土大专的本科那就一半，我更不要说什么硕士，都是相当落后的。哎，我跟天狼教授到这边是湖南的，像黄龙到我们这儿，就是要抓培训，现在抓培训啊，面对一批煤矿工人，你要抓培训，哇，把他们带上来。所以今天怠慢你们的，也就是我每次开会
都要对他们讲很多很多，要点评很多，把这个队伍提升上来。现在我们已经很骄傲了，就像这种邮票设计全是我们员工自己设计的，员工自己设计的，全是员工设计，包袋也是我们员工自己设计的。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这种能力了。但是这种人呢，本来是默默无闻的，隐没在这个，他本来只是一个叫就是一个小电脑操作员，现在已经是我们美术总监了，是这样的上升上来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另外呢，再给你们了解一下三亚的呢，就是最能够了解它的历史了。三亚呢，撤县设市呢，今年正好是30周年，30周年。那么市里面呢，就想30周年呢要做个纪念特刊，怎么办呢？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三亚人。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头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一直做大报的吗？来玩玩小报，玩了一下小报，小报也能够做得这么漂亮。就是这个里头，等于是你们来三亚呢，要了解三亚的故事，主要的故事都在里头。所以一份报纸带回去就了解三亚了，这主要是这样的。崖州，潮起崖州决心城，三亚的起源是崖州。那么奋斗激越大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过来的？渔村变成旅游城，就是最早是渔村，跟台湾一样的。乡村奏响变奏曲，它是怎么样农业发展的？绘就城乡新画卷，它是整个城市怎么发展？领先中国休闲游，现在是中国国内的一个休闲旅游胜地。国家海岸海棠湾，这是海棠湾是中国海岸，就是中国国家海岸。那么这里金凤营营业架天桥，就是三亚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游客寄居游客进出来往1000万以上的一个城市，就是人口城市，1000万。因为我以前在上海，一年之内是吧？一年，年1000万观光客。那么在上海呢，早就突破1000万，但是大城市1000万不稀奇，小城市1000万就了不得，就1000万。金耕天下第一湾，那么这是亚龙湾，就这里。那么百年生活要天涯，那么这个奥运会的时候生活点就从这里开始首站传递。那么世界眼睛看三亚，最早的时候这里举行一个世界小姐比赛。那么游艇逐浪进风流，这里三亚现在成为国内最大的游艇港。那么金砖聚首再出发，金砖会议就是在这边开。那么自己博鳌共谋共赢，就是博鳌会议，三亚领导都住在三亚博鳌会议。那么外事活动新年篇，那就所有的一切，包括还有年的这个，就是统计数据的，就是游客啊、城乡居民收入啊、公共财政啊、全市生产总产值一览表。这种他们说做起来很难的，我们也是美术总监，我们这种创作空间这么大啊。然后呢，开头的一首诗是我写的。所以就是给大家欣赏。你念一下，念一下，念一下。我不能念，一念眼泪要流。哎呦，就想看你的眼泪嘞。叙诗嘛，叙诗。后来我写了以后，他们说：“哟，你还比三亚人还了解三亚。”其实我是三亚一个新兵，是这样的，我比三亚了解三亚，所以我们珍藏地方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作为一个纪念的礼品。我现在在增加一份。加吗？